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四风王操纵法则的魔王第一级任务。我选择了用火队来打，因为安队血不够，所以只好用火队。这个一开始的话，我们可能就就是这样了。看一下哈，哦耶，血太多，因为属性相克的关系，所以打比较没什么感觉。耶！哦，舒服。赶快换回来，动作要快一点，不然会死掉。然后舒服，打不痛。耶，没关系，我还可以再放一次。完全没消到，什么鬼啊？天降还不错。差一点点，要开吗？各位观众觉得要开吗？我觉得开一下好了。哎呦喂啊！哦。富贵险中求，因为这关反正我都要死啊，哪有差？转掉，看一下2、4、6、7哦，怎么会长这个样子嘞？6、7、1、2、3、4。2、4、5、2、3，其实属性相克炸具应该都死掉了，应该没什么差别。牌都散掉了，啊，无所谓啊。将，虽然只有7康8康，全军覆没吧你们，砰，同归于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
啾啾啾啾啾，自杀式打法，啾啾啾啾啾，回复了，回复了，我思考一下，我应该是要放强化传承吗？还是放猫就好了？因为我全部都有嘛，那血我看一下，血王的血，小王血有个十百千万十万百，哇，一百多万呢，一回要 K 掉可能有点困难呢。虽然说我真的很贪心，我想一回合把它 K 掉。不然我们先开那个火魔好了，目前台面上看起来没什么火柱嘛，16回合，15、18嘛，好吧，开火魔好了。那一样，我也是全体攻击，2、4、2、4、6、7颗，怎么都是七啊 ？Lucky Seven 哦。这没办法。全部去死吧！天降天降，哇，完蛋，没天降，没天降，我头就大了。强化才能开下去了。运气好像没有很好，没有天降。好，完蛋，舒服了。我要开始计算我今天吃石头的数量了。刚吃一颗嘛，现在第二颗了。两颗。都已经打几开局还没死，我就知道完蛋了。哦耶，舒服啊，真是舒服。真的都不给天降了，shit！ 好了，三颗了，等一下打到网吧就几颗了。悲剧的三颗。一样是3-5 combo 的水准，所以这个吃石头是很正常的，这个就见怪不怪了。看到5 combo 啊，有天降1 combo， 算是施舍给我了。残血，
残血非常好，再摘一颗。Fuck！ 这时候这一回合我们可以不用急着，对我也没办法攻击血。看一下我们的王。哦，下一关又要死一次了，先绿住一下好了。啊，来不及 ，K 掉了，刚刚就没这么好 ，shit， 先急盾了，这个要死了，看一下，防御率三万打不死吧，看起来是打不死，这五颗而已。把扎住绿吧，这样比较实际。反正我都一定会刷掉的。啊！把我的猪消掉了。那反正这回我都会死嘛，那我就是，倒不如先挤满气有没有？再一波给他送走。好像不对，我好像开错了 ，shit！ 哦，我应该先等先极盾不见的才攻击。啊，我头大了，我靠！现在的我就是想办法不要攻击了。因为我浪费掉了，我浪费掉我的那个技能了。哎呀，失策，这样要多吃好几颗哎，五颗了。把我消掉啊！在做什么？二三四五六七，看一下我的攻击力好了。六，两个，六七。哇靠，打不死哎！球打了我。要多吃好几颗。反正我们都必死了，对不对？就不要浪费。哎呀，不要笑到，哎呀，一直给我笑。我觉得我不应该指定哎，再来一颗，六颗了。因为指定的话，那一只防御率，那只防御那么高，它不会打。不要再把我的攻击消掉了，出来了哦！这样等于是多吃了一颗。目前啊，看一下我的黄金路线，好吧？天降了哦！
要直接丢吗？看起来是不要。一二，王血很多哎，110几万哎。好吧，我要再吃一颗了，因为太多的那个了。我吃之前，我可以先消一下王的血，小王的血。七颗，非常好的记录，七颗，真正的平民转租就是这样的了。嗯，还有一二三四五，15回合应该可以撑到了。哎呦靠，又按到了。靠，这康博数不知道够不够哎。Shit 不够啊，因为我没开红月啊，搞什么的？怪不得不够。哇操，转成这样四 combo， 真的可以去自杀了。我非常好，几颗？8颗。8颗，这时候不能急，一样把炸猪消一消好了。哦，好时机，好机会。我靠，这样刚一个失手就多吃了3颗哎。对嘛，那天降个一两 combo 也好，都不给天降的，怎样？嗯，完蛋了，等一下打完我看我也会这样啊，手残残得很严重。去死！好吧，再加一颗九，九颗。这个平民转租嘛。对对，我们平民转租就是这样，就是常常会出贼啊这样。这时候我们要集，可以集一下 CD， 我是这么觉得啦。靠，三康博这个 是怎样啊？四康博。我刚刚那个颠倒众生那个哦，真是浪费，真是 shit。不过既然已经转了，我们就算了。3到5 combo， 最好再给我吃一颗 shit。这个我不怕他转那个光珠啊，所以右边那一只我不太理他。我就一直 K 左边这只就好了。
哎呦，威力好像有点强哎。看一下，我七回合、六回合，所以最少还有七回合要撑。真的玩这个火队好处在这里，就是我不用担心珠子被转掉的问题。留一下好了，哎呀，不小心的。四个。那打到这边的话，我就轻松了，因为右边那只要一定要留下来。血量够，还可以再撑一回合，太好了！等下再可以再转一次心。哎呦喂！舒服，我靠，刚好死掉。哎，我刚还很得意嘞，十颗。我真的怀疑大家怎么都那么厉害、啊，我技术是有这么差吗？没有啦，是战术错。看八上面 double 啊，靠，30、40的哇！我现在是40还是10啊？我吃十颗了哎，是对还是不对啊？嗯，等一下，我能看见曙光了。哎，这次没有按到了 ，shit！ 每次都不想按到电脑钟声。我思考一下，应该我要先转心补嘛，边补边打。哦耶！不要打死他！哦，看到没有？发出耀眼的光芒了。他那个就是必杀的宣告，就是我被他锤一下，我就必死无疑。哦，好，就是要把心珠转掉，暗珠转掉，漂亮。不对啊，我不能开强化传承哎！靠！我可能要忍耐了。自杀式打法。因为绝地逢生，我要留着打作为尾王啊，所以我现在一定要自杀了。9、11颗，不是说我不放大绝啦，因为我怕放大绝，连右边那只也被我 K 掉。15回合哎、欸，哇，
欸，这样如果到最后关王，我会神惨，这边有三维尔缓冲，还好。哎呀，全体攻击！哦。嗯，没有骷髅头哎。哦，我撑得住哎。哦，那太好了，竟然撑得住！我靠，电脑怎么开始那个？噗！被右边补到。12颗。我抓一下感觉啊，看一下，65万652381，652381，400000，哎，652381，652381，有130万左右的血，他现在剩下大概四分之一。扣了四分之一啦，除以四乘三，还有90几万呢、欸，97万，看一下哦、喔，97万，这是势必转的啦。啊，就这样轰了啦。Shit. 因为这样我要把它错开也很难。去死吧！还没死，我就知道，不能在这边抹了。我估计这下不会死了吧？是 combo。我刚刚就是被这个补刀补死的，13928。终于有七钢波的水准了，因为我愤怒了吗？吃了十二颗的愤怒，再来一颗吧。反正我都吃了13颗了，没什么差了。非常漂亮，一颗火珠都没有啊！有一颗，有一颗火珠。这是什么鬼啊？要再让我吃一次就对了。想太多了，我一次送你走了。确实，不要再残血了，已经够了。OK， 所以观望了。水。火、木、光、暗，
好，非常好，以我的技术来讲，一定是打不死他的，所以送你一次啦，绝地逢生，应该会死啦，我算过攻击力差不多，刚好180几万，哎呀，五倍嘛，哎，我算错了吗？哦，不是不是，27.99，对，大概180几万差不多，再加上这个本身的倍啊，完蛋，好像不太对，算错了，因为这个只有一半的倍率而已，好吧，我们还是要丢啊。哦，极限了，这没办法再多了，我的极限就这样了。去死吧，你不死我就死了，再来再来，咚咚咚咚咚，最后一集，我靠，去，一定要给我玩这个残血就对了，果然，我没有算到50%啊，哦，头大了。三到五 combo， 现在又要变成晋升五 combo 的水准。哇操！我头痛了我。我深呼吸一下啊。我要冷静一下，这个对我这个三到五的最难的就是这里了，我总不可能再他妈等几颗14颗吧，14回合再一次打几吧，我啊杀一个水，哦，吐血了我，糟糕啊！我的弱点就是这里啊，不能转那里，要转这里。木水火暗光木水啊！哎呀，完蛋了！我死在这一关死好几次，15颗了。有没有一条好一点的路线啊？不用那么没有那么复杂的啊。看一下哦，一下来，这个一下来，光、火、暗，光、火、暗、木、水、光、火、暗。哦，终于给我一条路线了，你终于给我一条生路了。Shit！ 啊，15颗。啊，这个小弟那个叫平民百姓嘛，就是很平民的一个转租的方式，有没有？15颗，到过一颗14颗，嗯，好啦，这个以上这个自杀式打法的分享，火队其实技术好的话，像有6 combo 以上水准的玩家。
我想应该两到三颗吧，应该差不多。嗯，好吧，谢谢大家观赏自杀式的表演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